老虎钳垂直贴上手臂，竟然神奇吸附，接着放上铁锤试一试，这重量也不是问题，就连铁钉工具组同样轻松紧贴。影片宣称接种新冠疫苗后，老妇人产生磁力，这样的案例不止一件。持叉子一直直挂手臂，铁锅、铁盘、锅铲都能粘上，人体仿佛成了块大磁铁。这样的影片在国外疯传，然而台湾开打疫苗后，直接吓死大家，这是汗吧？可是。它是真的有一点呢，长长磁铁吸附在年轻男子手臂上，就连小腿也像是带有磁性。难不成这疫苗内真有特殊成分吗？我们实际测试用这些铁制品放置在打完疫苗的人手臂上，看看是否会产生磁力。不论是记者本身或者其他接种过疫苗的同事，都无法成为万磁王。剪刀、汤匙、回纹针通通抵抗不了地心引力，但国内外影片一再传出，这又该如何解释？不一定是他先前还没打的时候就有啦，那这个现象应该是还没有办法解释。他可能有一点点的汗水，加上一点点的皮脂腺分泌，然后增加皮肤的摩擦力，这样才能把物品留置在皮肤上。疫苗含有什么金属的成分，这个都不会有。医师认为或许特殊体质所致，不过的确施打疫苗后这样的神奇事件频传，是否真和疫苗无关还是个未知数。八大新闻曾玉勋、杨生采访报道。民生八方式尽在一小时，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生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